平今天带哥去哪玩去？去找阳光去。平他说他带我去看阳光，看日落，看日出，看晴空万里。OK， 我们大概要开2多个小时，现在刚刚从家出发。We're across to the downtown Seattle, heading to shiny village called the Palm Spring.Very warm, very shiny, very comfortable, very smooth weather out there. 那看到前面一片云海，非常的漂亮，希望能出现在我们镜头前。我先从高山下来。刚刚从那边出来的时候，那边全是雾气特别，现在看看脚下，好漂亮。美景都在雾中向我们召唤，海市蜃楼在眼前，还有远处。Here, then go back to the sign for pictures, okay? You sure can. Sure, thank you. 天气太好了，今天这里大概28度，25度到28度，白天的天气，阳光明媚。这就是公园的进门处，标志。现在我跟平平到这儿来拍张照。我们现在看到了成片成片的 Joshua Tree， 在这里沙漠里边长的这些 Joshua Tree 非常的密，而且更奇怪的是，你们看到地上各种各样的洞，不是蛇就是乌龟，他们会经常在这个沙漠地带出现，有些洞还挺大的，这里蛇特别多，有几十种蛇，乌龟特别多，但是现在呢是冬天，所以相对来讲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冷了，所以他们很多都缩到洞里去了，因为这时候食物比较稀少了，果实也都结束了，所以他们都去开始冬眠，在沙漠里边，热带沙漠里边这些东西也会冬眠，圆的就是蛇，像刚才看那个圆形的，那个椭圆形的。扁扁的就是 turtle， 对，底下平上面高的就是 turtle， 但像这个可能就是乌龟洞，直上直下的很可能就是蛇洞，因为蛇是直上直下走， turtle 是横着爬。 OK， 继续前进。这个就是 Joshua tree， 这个就是 Yucca tree， 对，这是 Yucca 的树，长不高，但是呢分出了好多叶子，像那芭蕉叶似的。Joshua tree 树叶有点像 palm tree 似的，有点像那个棕榈树似的，对，但是它长的那个外边的皮
特别奇怪，地表深处还是有水，所以你会看见这个树成片成片的，这里很难有下雨的机会，但是这些植物非常顽强的就活在这里。记得是是，但是我们在那边，嗯，往上爬。这个姑娘拿着绳子在攀岩，看她这Joshua Tree National Park， 看看平，现在准备换鞋，准备上山。再看这个 Cottonwood Garden， 这全是木棉树，也是 Oasis in the Desert。这就是 Cottonwood 的介绍，在沙漠里边长出这样的大树是非常难得的。给你拍个照，我们看我们一会儿怎么走，然后我们从这儿下去。这条路非常漂亮，在这里边有一些要求，不能 camp， 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在这里骑马，但不能这儿烧篝火，不能 fly drone， 也不能带狗动物 pets 都不行。然后你只能按照 trees 走，不能离开这个栈道。然后这里边也不能有枪。Okay, camping bike horse。Hidden Valley 这个 trail， 这里呢，当年就是石头和沙漠在这组合成，很多人在这放牛，所以这个牛啊，有的时候走着走着走着就牛就没了，找不着了。因为什么？它这个石头缝啊，让牛迷路了，牛就钻到这个石头缝里，有的时候就出不来了，就不知道自己走到哪儿去了，所以就跟群体就分开了，所以就管它叫 Hidden Valley， 就是这里边很多牛都可以藏在里边，就找不着了。我们现在在这个 loop 里边，前面也是游客，这边一片长在沙漠石头。石头缝里边的仙人掌，你看，对，有可能大块大块的被吃掉，就被吃掉，被吃掉，所以这都是食物，人都会吃的。你先看，像连我们都会吃的，这个叫 actus， 很好吃的，超市里都有卖的，所以可能树林里边的小动物就会吃这些。看这些石头，这些石头的造型，神斧天工。造出来了，很漂亮，就大自然把这石头就刻画成这样。现在我们的平面在我后边向我慢慢走来，多么漂亮。这些石头就是有些地方会非常的坚硬，纯粹都是砂石岩，常年的这个细沙，在这个中间能长出这么大的植物吧，因为一下雨那水就会囤积在那儿，有水囤积在那儿呢，这些种子漂流到这儿就可以活得很好。你看这石头缝里边长的这个仙人掌，你看这仙人掌的刺儿可以长这么长，证明这仙人掌就长得很慢很慢很慢，所以刺都长这么长。这个路是就在石头缝里边，哇，谁踩在石头上，发出巨大的响声。前进，好美啊！每一个石头都是一个景儿，每一个景儿都是一个神态。讲不完的故事。里边各种各样的造型。About 5 minutes, you'll be looking at all the rocks around you. If you're lucky enough to see one, that's where it will be. But you really have to be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Got him. Tristan coming in with a hot bird. Oh.
进入了这个 park 的 campground， 但是全部 full 了，都满了，已经都没有地方了。山顶上 Joshua Tree 的一个景点，我们正在等着看日落，太阳大概还有15分钟就要落山了。